逃学还想吃鸡腿啊？不准吃！舅舅，你一回来就欺负我！你敢欺负我们？啊！妈咪也来了！不止妈咪来了，外公也来了。外公，妈咪，你这个小坏蛋啊！你这个小坏蛋啊！竟敢！小姐，先进我家再说吧。准备，三，哪个不要太靠近？嗯，对了，三二一 ，Action！ 好有理由。不行，这是人家要的，可以帮我买给他吗？这个牌子很贵的，人杰的月口越来越大了。这是人杰要的，可以帮我买给他吗？这个牌子很贵的，人杰的胃口越来越大了。讲胃口我就不得要讲什么了。Sorry， 胃口越来越大了。然后哎，做妈妈 ，Sorry 啊，哦，做妈妈的不能有求必应。这是人杰要的。可以帮我买给他吗？这个牌子很贵的。所以等一下我们。姐夫，你是老，但是不至于是老糊涂。莫名其妙带一个来历不明的女人回来，你不怕骗你吗？我有什么给她骗啊？很难说的。现在有很多年轻女人，年轻女人。年轻女人。你老实跟我说，那个狐狸精是从哪里弄回来的？不准叫他狐狸精，我对他有责任。责任？一辈子的责任。什么？你对他做了非必须负的责任？他该打了了。姨父，姨什么福啊？你差点出事啊！跟我回家。你要买衣服？哎呀。做什么啊？衣服，那个买衣服。你什么福啊？买衣服，你差点出事啊！跟我回家。还会笑。